这都是什么神机理解啊？当陈立农被问喜欢猫还是狗，都很喜欢，可是因为自己养狗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可能狗会再强烈一些。什么？你年少不比你年大的人生小吧？狗。林允和王大陆真的很难沟通。我爸也说我太傻，你少吃一点。原来网友称你叫什么？那是霞姐吧？什么姐？霞姐？嗯，那怎么没人叫霞哥？你又不叫王霞，就叫林霞。要男人无惧无畏。跟你聊天好难哦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本名叫费霞。不费霞。费霞。张艺兴和孙欢哥，你干嘛？你房间有鸡吗？我房间里没鸡，这孩子怎么了今天？不是，我房间里有鸡，你房间里有鸡？对。这是我安排的，你放屁吧？怎么会呢？我不是说我怕尖嘴动物吗？要男人无惧无畏，尖嘴。周深范丞丞这对默契值满后面。其实后面他们这一对不是我在说话，没有，我在说话。哦，他说我看后面，我说后面有啥导演。武艺到底怎么拿？你们两个一起吗？这是四个，这拿一个，两个加加起来。要男人无惧无畏。王嘉尔，这是有味道的词。鸭场里面要把所有的鸭的屎冲下去，冲鸭。